果不是不会运动吗？我现在啊，让真真来教给你们运动。我让一个70岁的大美女来教你们如何运动啊！啊，双腿打开，合肩并齐，拿出你右手拍我们的后脖梗，来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换左手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我拍到后肩。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，往下走到关节。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换胳膊到关节。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顺着胳膊往下走到虎口。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好。我们开始拍后腰，屁股往上使劲撅起来，然后拍后腰，喂，开始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好，顺着后腰往下走到臀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顺着大腿到关节，一二三，关节妈妈，我妈练一天了又忘了。对呀、啊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顺着关节往下，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换到内脚踝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顺着脚踝往上拍到关节，内关节。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顺着关节往上拍到小腹。小腹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顺着我们的肚子从左侧拍到右侧，左侧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好，双手交叉，往外翻，往外扩，往上提，做一个拉伸，提气，然后喊出来，然后把手绷开，哎，对喽，挤，好，自己做一下，揉一揉胳膊，转一转胳膊，啊，对，这样哈，活动放松一下就可以了啊。每一次我们做这个运动的时候，要最少做2遍啊，会感觉浑身出汗就好了。